这么需要科技领兵呢？很特别，大家不要忘记了，我有一个身份是学生。我这一次的寒假呢都没有出去玩，所以我抓了学生们刚好现在都开学，刚过完年大家都开工的这个 moment， 我要好好的放松一下，所以我安排了一个小小的旅游。这一次按照惯例，我没有朋友，一样是自己一个人的旅游，地点在金门，而且我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去外岛过。现在的时间呢，天刚亮。卓米，刷到你了。OK， 我们要跟我们的卓米 say bye bye 喽。卓米，我要出去金门两天一夜，你要自己在家里哦。卓米，好可爱哟，卓米。然后 Charmy 自己一个人在家，我准备自动的喂食器，还有水位装满了。然后猫砂盆我刚刚也清过了，所以都 OK 了。松山机场出发。然后等一下在机场呢，我可能会录一些小片段，我就不会用相机录了，因为拿相机出来，台湾人会很慌张，会想说，哎呦，这个笑脸刚才拍什么啊？台湾人最爱大惊小怪了，所以我可能会用手机录，先把话跟大家讲清楚。我到金门了，我现在要先去饭店放我的行李。你好，在哪里？金湖。缺个硬碗呢，我行李寄放完了，我现在就是要来逛这个他们的免税广场，感觉有点在信义区，超旧的，好爽，看啦，环保厂。我现在在逛金门的 Gucci， 然后想要买这双哆啦 A 梦的鞋子，免税超便宜的，信义区不会有这种价格。到喽，打扰喽。Oh my god！ 我的行李已经在里面了。啊！好高级啊！天哪！好，先跟大家讲，有些人可能会好奇说，哎，你来金门，你应该要体验在地的文化，你应该要住高处，这样才可以体验在地的文化吧？但我先讲，因为毕竟我是我自己的旅行小总监，我这次来金门呢，主要是想要离开台湾本岛，一离开台湾本岛，我的压力就会小小放下来。然后呢，因为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能出国，所以我自己又想要体验一种哦，我出国的感觉，所以我就订了一个比较高级的饭店，这是我订这饭店的原因。哎，真的很美耶，那边有一个小和室，然后是沙发、电视，然后是地毯，然后一进来，这是我的主卧室，然后双人床，然后一进来，这个浴室浮夸，浴缸也好看，然后干湿分离浴室，这边还可以挂衣服，最可怕的竟然还有更衣间，然后后面呢就是厕所，赞耶。好，来看一下金门的风景。好漂亮哦！哎，我对面是金湖国中，哎，可以约喽。哦，我现在就是有一种出国的感觉。然后等一下呢，应该会去附近租摩托车，可能有景点，我再拍给你们看。那我自己本身呢，不是很喜欢一直逛景点的人。好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刚在我饭店隔壁的免税商场买了一双鞋子。重点是鞋子超便宜哦，像以前金门是小三通，譬如说你在免税商店买完东西，你可能要到厦门取货。但我刚看到很多店是，你买完你可以直接在店取，免税商店超便宜。然后刚刚柜姐还给我了金门的地图，我是不知道下一站要去哪里。反正我刚刚第一站已经玩完了嘛，我第一站就是去那个 shopping mall。你在金门很久了，20年了。哦，那你差不多都玩完了，我可能等一下就逛一逛，我就因为 我今天是住金湖了，我刚刚骑车过来。好，我到了第三个景点，有没有很像当兵的感觉？这边叫做马山观厕所，听说在这边可以看到对岸中国。哎，真的都没人啦，还我河山！天哪！好，这边是入口。
哦，哎，以前邓丽君在这边播报过，她这边有那个对大陆同胞喊话文，我念给大家听。亲爱的大陆同胞们，共军止战原弟兄们，驻守脚与小灯大灯的朱毛军弟兄们，这是你们脱离共产党的统治投奔自由的最好机会。当你投奔自由还没有达到金门地区而被共产党发现时，我们随时都可以用炮火或烟幕弹掩护你。好历史哦。哦，这是他们那时候的厕所，哎，其实跟现在蛮像的、啊。终于看到人了。在哪里？在哪里见过你？大陆，这边有大陆，你在对面。这边是金门整个岛离对岸最近的地方，就在这里。嗯，好特别的感觉哦。好，现在看完我们的疫情重灾区，我先回个饭店休息一下。我刚才发现，我今天长得蛮丑的哎，因为我最近长了一些痘痘。Anyway， 不管，我先洗澡了。每一次感觉心里放大了缺陷，随时对我被人讨厌的准备，一切都是忘了对自己说声歉。我洗完澡了。看 B 看。来 ，runway。啊，拿酷。行程我会在饭店吃晚餐。I don't know，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来金门，皮肤就长很多痘痘，而且不得不说，我一来到金门就有很多人想要约我做一些商贩，但我肚子其实就很痛啊，我没办法做啊。啊，好舒服啊！啊，好舒服，不离。好几次我告诉。我自己好，就是很开心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整个人就很松。这个是烤鸭的蘸酱。好。一招待一份蛋糕哎。因为我最近呢很喜欢玩狼人杀，然后我就有上台湾的这个节目娱乐百分百，偶尔会去玩一下狼人杀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还蛮好玩的哦。我在看我自己的表现了，不错哦。我不知道我在节目里面皮肤会那么白耶。我跟你讲，虽然我现在 IG 狂被退赞，我不知道大家怎么了，但没关系，这是你自己的决定。 But 退赞归退赞，我的讯息还是非常多，很多人都把我当聊天的对象，要么就是有人跟我说他想自杀，或者是他工作不顺利，或者是他遇到新的一年不知道人生方向怎么定位，很多这种关于人生的问题大家都会来私讯我，想说奇怪，诶，我人生也没有过得很好吗？怎么大家会问我呢？好，但没关系，我现在就回答我自己心中认为的那个真理，我分享给你。我说我的时候，你会想到我的这个表象，我的这个肉身，我的这个形象，但我讲的我
是我，不是这样子的我，而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创造，在创造我的最伟大意象之最恢宏版本，所以整个人生就是自己创作的一个游戏。哎，我先关灯。道德是人为的产物，是人类的想象的产物，而宇宙从来不会判断什么。在白话文就是，现在在跟我讲话的这个我跟上一秒的我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听不懂的话，你真的你就逻辑就不通啊，我也没办法。我现在想要开始订我明天要回台湾的机票，我明天要回去中华民国台湾哦。现在晚上12点，我设闹钟设早上7点起床，我要睡满7个小时，明天见喽。晚安，关灯。Good morning。好，刚起床，那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，我的装扮呢就走一个休闲风，然后今天要戴这个粉丝送的花瓣耳环。好，来。哦 ，Good morning。这样可以吗？不行也得可以啊。真的吗？谢谢。你有没有装啊？我现在要自己去骑车，然后前往我下一个景点。飞，我好像到了杨迪老街。这边好像是以前 Google 上面是这样写啦，就以前当兵的人消遣的地方。这边好像是他们的娱乐场所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欸，太爽了欸，完全都没人。我现在来到山后民俗文化村，这里就是金门的沟土，给你看，超金门的啊！我一想到金门就想到这个啊，阿妈家。好，来，请帮我截图。OK， 这就是我在金门的最后一个景点。因为现在有点小飘雨，而且我饭店退房的时间也快到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回饭店。嗨，来金门玩哦？刚好自己来吗？对啊，台北来的啦。好，谢谢。好的，我回饭店了。现在的时间呢是快11点，我的退房时间是11点整，我差不多要在这里画下一个句点。我刚行李呢也已经打包好了。总结一下一个人玩金门的心得，来，个人呢推荐你，如果要来金门玩，你可以选夏天这个季节，然后坐摩托车，因为你可以边骑边看金门的街景。但又选现在这个季节来呢，昨天20度，今天给我16度，我骑车真的冷到不行，外套带的又不够多，所以夏天的时候再来。然后我发现金门真的偏小，我骑车，譬如说我从 A 点到很远的 B 点，再从 B 点到很远的 C 点，其实光骑车都很快，所以我很推荐想要坐飞机，然后又想要轻旅行的人可以来金门。我呢，等一下回台湾奔道了。我发现呢，我在偏早期我自己一个人出来旅游的时候，我的那个自己一个人出来旅游的内心是很澎湃的，因为它是有对比的。因为我在自己一个人出来住，然后出来旅游的之前，我是在群居的环境下生活。但现在呢，一个人久了，再加上自己上大学独居的一段时间，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出来玩，我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。我下次还可以来，但我希望我下次来的时候是有伴的。好，我要跟这饭店说拜拜，这饭店很赞，真的有那种出国的感觉啦。好，差不多了。
Thank you， 谢谢你让我住一天。Thank you， Bye。谢谢你让我住一天，我很舒服。OK， 那边是关系，那边是 goodbye。